哎，好了，他活过来了。你为什么要救我？为什么不让我死？。旁白哥爸爸57岁周海媚爆婚礼急救中乌龙死讯，避风两岸。 拍过63部电视剧、44部电影的港星周海媚，12月11号被中国网友爆料已逝。多家媒体试图求证她的工作室遭对方挂电话不回应。12号凌晨，有记者微博发文，知情人士说医院治疗中昏迷但没走。香港导演陈勋奇驳斥周海媚今天还活着，网友曾问她是否受红斑性狼疮所苦，她轻回我没有病，请别相信谣言。妈妈，我饿了，好累吗？就给你把饭做。 周海媚为毛孩周六开的抖音账号，在消息传出前几小时，向《没事办》更新狗狗玩雪的影片。盛世苦海舟，荡去飘来不自由。把周海媚推上事业第一高峰的角色野心周，她是港台电视史上最美的周芷若，把配角演成了主角，武侠片演成了琼瑶，剧连原著金庸都说赞呐。长江一声长叹一声，快活一声悲哀一声，谁与我生死与共？ 1994年台版《倚天屠龙记》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。唯一不是来拜神，他甚至2019年参演陆剧版《倚天屠龙记》，成为最美灭绝师太，师徒通吃，没有要给其他女明星留活路的意思。我和你吻别，在无人的街，让风痴笑我不能拒绝。他的美让很多人都美掉啊，连张学友都一清芳泽。等待日出的爱情。 台湾人太喜欢周海媚了，当年连普通话都说不好的她，甚至发了国语专辑，轰动一时。你不要以为这个世界上只有你这个男人可以委身下嫁。周海媚和吕良伟1989年曾有8个月的婚姻关系，后经证实只是在拉斯维加斯登记，并无注册，此后独身未嫁。无论如何，香港不能再乱下去了。 中国是我的祖国，周海媚今年定居北京，好久没她的消息，结果一来就是乌龙死讯，但愿没事啊。2018年她获邀来金钟奖颁奖典礼，是最近一次在台亮相。热烈的掌声，来欢迎的是周海媚。拜托海媚姐，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几招？你是怎么保养、怎么冻龄的？我爱睡觉。三立娱乐新闻，不要再睡了，快醒醒报道。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Jackie吴宪哥来了。我是哪个吴宪哪里？我是小 S， 我是张雨晨，我是张一凡，我是你的 Weekend Boyfriend Kevin 廖博雅。我是艾薇，我是蓝安，我是吴依依，我是陈真义，我是陈真义。圣诞跨年又到了，你们想好圣诞跨年要穿哪一裤了吗？想要获得我的圣诞跨年交换礼物吗？离我们换了有准备的礼物要跟大家交换一下。祝你新思用你情感准备的厉害啦！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， 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。我是上三立新闻网参加投票，请到三立新闻网来投票参加。就有机会获得我的交换礼物哦！加入我们的交换礼物，我的礼物非常好，很健康，很有 feel 的礼物哦！赶快下载，祝你得奖 ！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！ 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！OK，Happy Christmas and New Year！ Merry Christmas。